2021首款幻想新世界概念之作《永夜星神》在今日公布情报后，便广受各方玩家的关注。新世界的庄严场景以及星空下的恋爱之旅，搭配上丰富的自由定义技能组合，让你一进到游戏里面就可以感受到它与其他作品不同之处。而究竟游戏还暗藏着哪些有趣的内容呢？那就赶快跟着电玩宅速配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本作由出演华灯初上，主演罗斯妈妈一角，进而掀起一股复古潮流的林心如倾情代言。主打多重属性职业的设定，带来全新的角色体验，打破其他作品千篇一律的角色设定。在永夜星神中，可以自由选择剑姬、偏香、枪豪、地藏等七型星神，而其中第七职业大圣将会在后续版本释出，请关注官方粉丝团。透过神圣的星辉力量，玩家们还能自由定义技能组合来进行战斗操作，叠加释放星神之力交换，变身守护星神，急速拥有超神战斗力。像是天香职业就能觉醒成狐妖，一种职业角色便能带给玩家多重不同的游戏战斗体验。当然，游戏一定也少不了沉浸式的恋爱交友体验，多维度的互动形式让你在星空之下感受最适合你的婚恋攻略。游戏今日已正式开放 OB 下载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赶快打下关键字，把游戏载下来，好好体验一番吧！永夜星神，再现光明。